Thank you.
么山洞这么大声？回音啊。你在帮他做什么？为什么？哇哇！人家好舒服。是觉得他自己。哎，山洞坐火车有没有好舒服？能拍他的背对啊看好的好的看看到我的妈妈为什么这种轨道为什么这种轨道不一样对啊那你怎么不一样它只是要分很多次很多次大吗没有不一样啊三米我们要下了吗还没下来我们要到一楼人家往前面他们都没有要坐就对了他们准备要回台中了哦，待会就直接等车回去。因为他们有说要下车了，好，所以应该是在这里换其他车位。对不对？所以我这经历快了。他们有些路动态录影，就是先到那里，然后等他进来，然后看他动态。每个路的方式都不一样。对啊。所以看他互动，所以其实网络上很多。然后有一个在车上拍，他不知道怎么录，然后录到全档。上次蔡中间做这个，然后还有看了一个多小时。全岛，从台北开始开，然后还有接到话，就是整个台湾都接起来。然后我就跟蔡叔说，就是在忙的时候就接。谁叫你点开它？对，没人叫你点开。对，在 FB 呢，我一点赞一个都支持。我今天第一次坐光华，第一次坐光华，以后可能也没机会。如果新买的呢？你又懒得再跑回去，报废去了啊！坐到旁边去呗，可以吧？没问题，你先两张，对面。我知道，我知道，各位老板，买啥票？你知道。快进来！对，我在那里。
到了。
站在你表里耶。
Thank you.
不到我家。来，我家在那边，我家停那边。Thank you.
电源4682接线，4682对联系停车时间，4682对联系停车时间。
八方边啊，那边，那边，真不要。